经是第三年做 Relix 的代言人。三年啦，好快啊！咁我哋已经成为一个好好嘅拍档啦。咁我觉得好开心，因为三年里面佢哋仍然都带俾我好多嘅惊喜。例如今次咧，我哋拍 TVC 嘅景咧，就入咗我皮肤嘅底层，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有新鲜感。其实 Renix 喺我生完第二个 BB 之后咧，佢哋一路见证紧我好多唔同嘅变化。例如譬如我拍戏啦，又要兼顾家庭啦，又要兼顾做翻自己啦，咁所以系越嚟越忙嘅。咁好彩，我觉得由 Renix 帮我，因为每次我去做完 Renix 嘅 treatment 嘅时候咧，我都觉得皮肤又卜卜卜又长卜卜翻啦，咁啊有翻啲弹性啦。